Hey yo yo, what up? Welcome back to my YouTube channel. 我是旭豪。So 今天呢，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 video 啦。然后这个 video 我也是不打算剪，因为我这个礼拜其实是这个月吧，会有比较多东西做啦。然后这个礼拜呢，我想好好休息，然后做一些 planning， 然后开始一些东西啦。So 我就应该不是应该是这个星期就上传一个短的视频喽，然后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新发型而已喽。So 给大家看一下吧。So 这个就是我的新发型啦，是不是看起来超级无敌短？然后好像年轻好几岁一样，甚至还有点好笑啊。可是不用紧啊，因为我剪这个头发呢，其实是为了改变一个形象啦。然后这些头发太长了，然后有点烦，所以我就讲我想换一个发型，可是我不知道换什么，我不喜欢那种太长的发型，要打理还是什么东西，我觉得换一个短的吧。所以我就剪了这个头发，然后目前来看是还可以的啦，只是有点不习惯而已，可是它真的是很凉爽啊。所以如果你喜欢我这个发型，你可以在下面 comment 一下，然后跟我讲还可以，虽然给看起来比较圆了一点，然后真的是很考验你自己的自信心啊，因为你没有刘海，然后上面也比较短头发的时候啊，你会对自己的颜值有点信心，就有点受打击啊。可是我觉得这样子看还可以啦 ，OK 啦。So that's all for this video。如果你喜欢我这个 video， 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啦。然后希望呢，下个礼拜可以出一些比较有营养、然后比较有价值的东西给你们啦。So 谢谢你们观看到现在。So see you guys next time。